商委会现在出席委员无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十八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5月1日星期三，上午9:00至13:16，下午21:00至5:40，地点红楼362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元志阳等12人，列席委员吕委员、绿林等8人，列席官员法务部部长蔡清祥等人，主席周召集委员村里。报告事项已宣读上次会议书，决定确定2至4案分别为法务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矫正署及所属新增决议二，以减送台湾高等检察署决议一，以及减送调查局决议一，冻结案至书面报告、请查找案等3案。决定第2案至第4案均准予备查提报院会讨论事项。第1案至第11案为法务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该部新增决议一、新增决议二、新增决议三。决议一、决议二、决议三，减送廉政署决议一，减送矫正署及所属新增决议一、决议一、决议二，以减送高等检察署决议二，冻结案之专案报告或报告案、请查找案等11案。第12案为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监狱刑刑法修正草案等10案，13案为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羁押法修正草案等3案。本次会议报告事项及讨论事项综合询答，由委员吴元志阳等14人提出质询决议。一、报告及询答完毕。二、第1案至第11案均准以动之提报院会。第12案及第13案均另定期继续审查。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提案5案，决议均照案通过。宣读完毕。我们等下等人数够了，再来确定上次会议事录。现在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考试院李继玄秘书长，来，请坐，在座位上致意就可以了哈。参事室首席参事兼组长吕礼正组长，秘书处陈坤宁处长，第二组参事兼组长吕秋林组长，第三组参事兼组长龚奎义，编纂室参事兼主任吴瑞兰，人事室陈怡君主任，会计室黄凯平主任，群序部周鸿宪部长，法规司吕秋慧司长，全省司陈美江司长，退辅司陈少元司长，会计室黄明玉主任，保训会主任委员兼国家文官学院院长郭方玉，主任秘书廖慧全，培训发展处宋迪阳处长，国家文官学院许秀春副院长，国家文官学院主计室李美玲主任，行政主计总署公务预算处翁燕雪科长。今天排定的议程是处理审查中华民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关于考试院及所属主管预算冻结项目共7案。跟委员会报告，考选部的部分因为虽然已经送到本院，但是虽然已经交付，但是还没有过这个复议期哈，所以我们以后有时间再来排。请考试院李秘书长报告108年度预算解冻案。好，主席、各位委员，谢谢各位委员对。让我们时间麻烦控制在5分钟之内哈，谢谢。Okay, 谢谢。好，谢谢各位委员对考试院的支持，请将108年度预算被冻结之7案向各位委员说明。但因为本案被冻结的项目很多，我会尽量精简。如果超过1-2分钟，敬请见谅。一、考试院税出预算第一目一般行政冻结200万元案，请本案提出退伍薪资中纳入离婚配偶可分配退休金实施后评估报告。本案基于公务人员自身退休权利的合理保障，全序部业已奠定各项配套措施、限制条件及执行规范，以兼顾离婚配偶及公务人员双方之权利。二、建请本院尽速拟定多合一法律专业考试。
本案未来能将配合司改协调会议相关决议，会同相关机关、学校及职业团体审慎研议法律专业基础考试及法律专业决议分流之内容，投以配套，并以其落实司改国事会议决议相关的改革理念。三及四，请本院提出缩减考试委员人数之考试院组织法修正案及组织检讨报告。本院考试院已于五月二日院会通过组织法修正案对案及说明，我于当日下午亲送到各委员办公室，请委员参阅新的资料。五，请本院提出一委员力坐车相关改善计划。本案以一委员的指示，在去年三月五日开始，将十九辆考试委员公务用车，每个上班日，采取轮值的方式，将院内公务同仁公务车的使用。六，请本院就行政规划未依法办理检讨座位的情形提出检讨报告。本院各种证书及证明书之规划收费标准，均依规划法第十一条规定，每三年至少检讨一次。最近三次，101年、103年、106年检讨结果，考量国内经济情势、民众实质薪资未普遍增加，原均维持原费而未调整规划的收费。七，请本院提出机械设备费编列415万元汰换说明。本院108年度编列传线路、中央空调、冰水马达汰换案两台115万元，以及火警及广播系统汰换案300万元，其实际需求及经费估算情形，请委员参阅，请看第十七页。二，考试院税出一目预算第二目预算业务冻结100万元案。有关考试委员出国考察理会108年度经国院决议减列104000元，剩751000元，所以108年度考试委员每年出国理会仅剩39100元，故考试委员虽需因公务出国考察，仍需自行垫付相当的费用，令考试委员独立行使职权，所以他们的这个考察出国地点系考试委员依需求自行选择，难以在编列预算时即提出完整的出国考察计划。但考试委员出国考察经历规定，提出考察报告并上网公告。三，考试院税出预目第三税出预算第三目法制业务冻结100000元，已请本院会同保信会就人权教育增加实务课程等案，保信会已在今年度开始针对执掌的公务人员基础训练和晋升官能训练，按受训人员的检任、荐任、委任的不同层级，规划高阶进阶处阶人员的教育课程。二，请本院以提出多合一专法律专业考试制度具体实施计划及事程。本案同第一案之二、第三到第七页，请委员参阅。三，请本院就法官法与司法院进行研商并会审完毕。本案已经在今年的3月21日同意会判，并函复行政院，请其函转司法院，函送国院审理。四，税出预算第四目施政业务及督导。冻结300000元，依请本院针对公务人员离职比例逐年增加提出改善计划。本案全系部已依规划检讨公务人员任用法、考绩法、服务法以及留职停薪办法等相关检视法规，被建立更完善的制度。二，考试及训练合格证书管理自发业务编列通信费用比例过高，本年108年度新增业务早期证书存根卡及登记卡之扫描与建档费用计160万元，以本院自发证书的通信费用无涉，且分为两个不同的科目。该新增业务无需使用传统电脑，并未有编列通信费比例过高的问题。三，考试及训练合格证书管理自发业务的一般事务费用预算增加，本院早期证书存根卡及登记卡系本院证书管理资讯系统，在80年7月1日以前所建制，会办理前开证书的扫描建档及汇入证书作为系统，至今年至111年，分4年编列预算经费来完成。四，请本院会同行政人总处提出聘用人员人事条例或企业人员人事条例的时程。本案全系部课程以本院及国务院相关的决议研拟聘用人员人事条例，并将依计划时程在今年度40呈报考试院审议后，函请国院来审议。五，请本院就各类从事是否编列编撰的必要性，
提出检讨。本院的出版品有《考试院公报》《文官制度机关市政备内录》《考试院院史》以及《国家考试局文官制度》报告书，详细请委员参阅。六考全局公务人力资源从事便利的物品，预算增加。本案指示将购置图书的经费由基本的行政工作维持费的杂项设备费移至考全局公务人力资源从事便利物品项下，依附主计总书记行政院的函示规定，并未有增加预算的情形。七，请本院提出学者转任法官检讨及改善案，依司改国事会第六次协调会针对学者取得法官检察官的遴选资格考试放宽学者转任法官的条件，该等意见本院将会入案作为日后研修相关考试办案的参考。八，请本院检讨自主直系变更的程序。本案已于今年1月3日考试院院会决议通过，并将于明年1月16日施行。九，请本院会同行政院人总处就公务人员报考公职人员离职后从无再从无报考的因素进行了解，并提出策略。本院会与全系部人总处持续检讨制度的内涵，并收取公务人员辞职原因，密切注意公务人员辞职后在任的情形，并作为研拟相关人事政策的重要参据。使施政业务及督导分支向下编列一般事务会部分编印成效簿章，此部分包括事项内容：早期正式存根卡、登记卡的扫描和建档；二，请过空白证书印制证书信封及交到；三，考试院市政编年录等从事编年式考试院市政成果宣导资料。以上事项都是因应考试院验录实际运作的需要。四，五，要求考试院应就如何提升法官检察官的素质严厉相关热门请切的规范。本案同第三栏之三第28页请委员参阅。六，请 要求考试院应就考试委员的人数进行检讨。本案同第一案的三与四，本院已于5月2日院会通过纸质法修正草案的对案和说明，并且当日下午由本人亲送各委员办公室，请委员参考。六、七，要求考试院检讨并反映基层公务人员改革的意见。有关考纪法的修正案，本案已经在去年9月25日函送归来审议，在研拟阶段，全系部已充分听取基层的意见，并做妥切的处理。最后决议有关本案上开经费结算的冻结的预算，请准理通知以利政务的推动报告，并进行指教。好，谢谢秘书长辛苦了哈。这个李秘书长已经报告完毕，现在进行询答。本会委员发言时间8分钟，必要时得延长2分钟。非只有半天会议没关系，那可以了哈。非本会委员发言时间6分钟。不再延长，上午10点截止发言登记。现在请登记第一位吴志阳委员。好，谢谢主席啊。我想先请问周部长啊，周部长。哎，吴委员好。我想问的就是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年资补偿金的案子。哎，是，因为它是一个旧制的 N 级制演变的时候。我说衍生出来的啊，对当时承受改革的人啊，政府有明文入法一定要给人家的一个补偿条件啊，那当时是具有相当的一个法源依据哦啊，那这一次这个年改的时候呢，却限制他们可以什么时候退休以后就没有了啊？为什么要做这个限制呢？而且107年的时候。那时候的军人年改了哈，我们讲军人年改，他的时候他们是仍然有维持这个年资补偿金的这个规定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这个几个哈很不一致啊，军公教本身之间不一致，第二个就是在职人员跟已经退休的人是不一致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些啊都是违反。你推动年改的时候要达到公平合理啊，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啊。那我现在跟你讲，因为这个议题我们一直关心很久了哈。那周部长好像还没有，我还没有亲自从你的嘴巴里面讲到一个确切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啊。因为我们有非常多委员已经提出了相关的版本，请周部长，请你表态。是，哎，谢谢吴委员。那有关年资补偿金，当时确实是因为新旧制转换的时候的一个补偿措施，但是
当时只考虑前十五年的年资，没有考虑后面五年、十年的年资。那当然，如果以前十五年来算，那当然，因为就是每年是5%，但薪资4%，那当然是差了1%。但是第十五年以后，就是只有1%，每年年资1%，薪资4%。所以薪资反而是比旧制多3%，所以如果光看前十五年，那当然这些公务人员可能会受到权利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从16年开始以后，甚至一般公务员，假定你算30年的话，30年旧制年资最多算到30年就本俸的90%，本俸或人工的90%，但是薪资的话可以到本俸或年工俸的100%。你现在讲的新旧是哪一个时候的新旧？旧制是84年是前后的新旧。对对对，前后的新旧。我想你这样讲这个，我一下从你讲的数字里面我没办法听懂啊。但是这个是一个权利，没有错吧？啊，对。假设这次没有修法的话，这些都是照旧，是他们的权利，对不对？对，对不对？对。好，那我们现在，眼看7月1号快到了，这个就是去年通过的法律，7月1号是一个期限嘛。7月1号以前退休的仍然可以请领嘛。7月1号以后退休的，是不是？是就不能了嘛？对。好，那所以现在有一个急迫性，现在已经5月，而且马上这个会期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现在有不分党派的委员有提案，包括本席啊，还有柯志恩委员啊，包括亲民党的党团，那执政党里面也有许志杰委员，也有林岱化委员，也有张廖万坚委员啊，另外还有赵振宇委员啊，都有版本，啊，都有版本，讲的是差不多类似的事情。所以换句话说，一方面它有急迫性，第二个它是不分党派，通通都提出来了。本席我们国民党党团看到这个状况，一个时间的来不及啊，第二个就是跨党派大家都有提案，我们在院会已经提了4次要进复二读啊，都被挡下来啊，都被挡下来。可是这时间一分一秒就这样过啊，所以部长你是否支持啊？让这一批公务员不要有这个时间的退休时间的限制，让他们自己去抉择嘛，好吧？他们自己去抉择要不要请领嘛，对不对？要不要请领嘛，是不是？为什么要去排除他们，让他们一个很痛苦的决定，到底要不要在6月30号以前就来退休，提早退休？啊，为什么要逼他们做这种抉择呢？对，因为实际上，那过渡期间已经有1年的过渡期间。那从公务人员退休之前服系法，从106年8月公布施行到107年7月，也有几个月时间，所以前后有1年多的缓冲期。那这个制度当然各方有不同意见，但是因为当初考试院送出来的版本，也就是有1年的缓冲期。周部长，你的1年缓冲期是你们准备处理这个年金的相关问题？年金从他的权利人的角度来讲，他刚好处在这个要不要退休的尴尬的时间，那是他认为是他的权利嘛？你们推行要有1年的一些缓冲期，那是你们推行的问题，这是他的权利。所以你是否愿意再跟民进党的党团去沟通？因为这各党各派都提出这样子的案子。对，这部分当然我们会，是不是？当然我们会尽量沟通。当然最后还是要尊重大院最后的决定。但是你刚刚那样讲，一副就不支持的样子啊，是不是？因为目前考试院送出来的版本是这样。那当然现在军人你送出来的版本就是欠考虑嘛。上次去年之前就是为了急着要过法案，这一个事情没有考虑到，大家一下子也没有想到，你知道吗？当时大家没有人在讨论，那时候没有讨论这个东西。好，所以后来人家才发现，哇，尤其是教师第一个，因为教师他们有学期制，对，他们甚至要更早，就2月8月就要做决定了，
你二月没有要退休的，你下一次可能要跑到八月去了，你知道吗？你等于是逼人家提前六个月要决定了、啊。我教师部那教育部有对有弹性的做法，可以六月三十日，所以对，你就尊重我们立法院运作，对不对？好，是不是这样？是最后当然要尊重大院的。那我等一下再请问一下，就招委，因为上次您有排案了、啊，好，就是只有询答没有继续审，后来又多了这么多案子，我们是继续要在委员会把它处理完，还是我们就是进复二读，从进复二读那边处理？那没关系，我现在等一下你有空再回复啊。那我想另外我要问一下哈，这个秘书长哈。问好，我们办公室最近接到非常非常多来信啊，就是国考生的来信，他们在关心什么呢？他说明年的国家考试是不是会变更考科啊？而且你们4月19号考选部已经公告了一个公务人员考高等考试三级考试暨普通考试规则修正草案，那是草案，4月19号啊，那许多考生就非常焦虑了啊！他问了秘书长，请我问一下秘书长，你这个进度怎么样？什么时候会确定这个规则啊？因为他们要准备啊，啊，他们要准备啊，你们要有一个同理心呐、啊。就是那个啊，什么时候定案？什么时候实施？啊，什么时候实施？哎，报哎，是回复吴委员，这个考选部啊，有这个计划，但是还没有报考试院来审议，还没有报考，那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大概什么时候？还不晓得，不晓得。哎，因为考选部还没有报到考试院来，考试院还没有收到考选部的这个正式的案子来。如果他报上去，他现在已经有草案公布了嘛？已经公告了嘛？4月19号已经有公告。如果有这个计划，依规定要先公告，公告多久？要先预告，对，好像预告三个月吧，哈，15天，那就差不多5月初嘛，那应该这几天就到期了，是。然后呢？但是实施的日期啊，是以考试院审议通过的时间为准。所以目前你们还会审议哈？对，那我现在那如果这样不定案，我必须要跟您讲，就广大的考生的心声，对啊，你科目能不改是最好不要改，因为大家都在对，你知道人都多少人是十年寒窗苦读在准备，你要改，你要让人家有一个合理的准备时间，是啊，你不能说今天改，下个月就准备要考试了，你现在才讲。对不对？对，那这个是大家焦虑的心啊，所以我要拜托秘书长这边，你这边是整个考试院的行政事务嘛，啊，他如果考选部的作业时间已经到了，啊，是不是就请他提到院会？是不是？是提到院会，你们就尽速审议，对啊，早一点定案，然后让人家准备的时间长一点，可不可以？谢谢吴文，我把这个问题带回去向考选部收尾。要有同理心，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吴委员。这个跟委员说明哈，这个要进复二读，这个是院会的职权，我们委员会没有办法做这样的决定啊。那如果交付到委员会，我们会排的时间哈，并同前面这个的进度啊，这个来做斟酌处理，好不好？已经在。我知道。如果要抽出，要院会抽出啊，好不好？我知道现在就是抽出不顺嘛，啊，所以应该在委员会，所以是不是招委前面已经有审到一半的，都没有审条文的部分？我们来看时间，好，谢谢。跟委员会报告，我们今天上下午分两次会，下午的会，因为我们中午有两个协商，所以下午的会。会3点才开始哦，因为怕跟这个协商的时间撞在一起，那所以我们下午就2点30分在登记发，啊，3点钟开会嘛，2点30分登记，2点登记发言哈、哦，好，我们接下来请何志伟委员，好，谢谢召集人还有现场同事，这个。秘书长，请教一下，5月2号看到一条新闻，何委员好，
蛮诧异，就是我们的考试院的院长伍泽林院长啊，他说考试院的组织法如果通过的话，他就要请辞考试院院长。请问一下，针对他的请辞或他的动向，您是否有相对应的掌握呢？是，报告何文，吴院长是在5月2号的记者会啊，公开表示，他尊重立法院修改考试院组织法的职权，期盼立法委员在未来协商修法的过程啊，尊重考试院的现任执掌。那吴院长也说他，当过立委了哈，对，那对立委的职权啊，一向都非常的尊重，所以立法院通过的法律案件，他从来没有以院长的身份来表示意见啊。那这一次呢，这个修改考试院组织法，他是担心呢，这个涉及到宪法明定的考试院的限定执掌呢，如果这一部分啊，他就被修改的话呢，他身为院长啊，要责无旁贷，他会职责所在，他会这个负起责任来执。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应该有内部有沟通过，他说修改到怎样的程度，他会辞掉，还是只要？我不太清楚说他要辞的这个，因为考试院总是有标准哈。是，那我可不可以请说明一下下，或者说您了解不了解也没有关系。对，像委员报告，具体的讲，就是现行考试院组织法的第7条，这个这一部分是关于考试院的运作的核心。那这个现行考试院组织法的第8条，也就是修正版本的第8条，把考试委员的执掌呢，这个由审议权、核定权、删减成这个建立研究和建立权这一部分，是他认为如果这两部分啊被动到的话呢，就涉及考试院的限定执掌，那他就要辞职负责。只要碰到执掌的部分，以及限定执掌的部分以及人数。他没有讲人数，不包含人数，人数是那个法律位阶的层次。是，那只要碰触到执掌的部分，那就一定会请辞。那秘书长请教一下，如果院长请辞的话，对于我们考试院的运作是否有影响，甚至对于我们的考生等等会有影响吗？还是其实也没有影响啊？这个比较不懂，所以请教一下。不敢，这个向何委员报告，因为考试院院长是考试院部会的大家长了。那考试院院长辞职的话，好像也是历来所未见了哈。所以他会涉及的影响层面，情感层面比较多。那实质运作面呢？实质运作面，我向委员报告，考试院，曾经有院长，因为有事情请假，然后没有副院长，所以考试院整个全院审查会啊，由考试委员来轮流担任。但是考试委员大家都平起平坐呢，所以这个议事运作上呢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没有院长的话，由副院长来代为主持会议，但是副院长又要召开全院审查会，全院审查会就要请委员来代，所以整个职责整个运作就会受影响，整个运作会受影响。但是就我有限的了解跟资料，考试院的正副院长并非依据宪法独立行使职权嘛，那其实并没有所谓的宪法来保障，所以其实对运作来讲应该影响不大啦，可是情感面比较大，实质上面并不大。而且考试院跟其他的各院又比较不一样哦，就是他不会去兼任他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叫做考试委员，原则上它只是一个 title， 在那边进行所谓的调和顶耐，所以其实应该不会影响到实质运作了哈。没关系，那我还是要讲，就是说，其实从我们的这个法令的规定来讲，以这个司法、监察、考试院这三院当中哈，只有司法哈以及我们的监察，他是所谓的兼任大法官或兼任这个监察委员，那可见得其实在于我们的考试院里面，他应该是属于行政职，更重要的他有所谓的高度的政治性、哦、跟其他的这个两院、哦、他的定位、哦、或者是他的这个
任务等等是完全不同的。那没有关系，我还是要回归到一个东西，就是我深深的期许也期待，就是考试院应该让专业回归专业，再重述一次，专业回归专业。那本席想要就教是之前我有请教过，就是考试委员担任这个点试委员这个题目哈。那就从考选部我们的了解哈，以及实质的运作来讲，点试委员他的执掌就包含命题啊哈的这个评阅，还有审查标准，那考试成绩的审查等等的。那上一次有提到，就是说我们连续三年有十二位的考试委员，他担任点试委员的这个次数是低于平均值的，甚至有零次的哈，有零次的，有两年哈，有两位是零次的。那想请教一下，我后续会诊一下这些考试委员，他没有去担任点试委员或次数过低，那可能是人缘太差了哈，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符合点试委员的资格。那您的回应是说，第一个考试委员的人数过少，第二个是他的业务太多了哈，需要有各式各样的专家。那第三个，他的内容太繁杂。那我很好奇，就是说我们看到有考试委员居然哈在媒体投书说他拒绝去签这个同意书，因为他说考试委员不应该要严守秘密，我们这样子对吗？考试委员要考试的东西，他担任点试委员，他不可以，他连警察特考的会议当中，他要求他来签同意书，向委员报告。对，上一次我这样子有独立性，这样有公平性吗？上一次委员有提到这个问题啊，考选部有同仁回答，但就我的了解是他们有安排去见委员，我不晓得后来有没有向委员报告这个事情。嗯，因为这个事情我不是，是考选部的事，我不是那么了解。是。那第二个部分，我觉得你不能不了解啦。对，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多元性上面哈，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些考试委员的多元性是有不够多元的。就是如果他多元性够多，或者说他的执掌够 OK 的话，怎么会连一次都没办法上？那第三个就是，我承认现在在考试委员里面有三位，他们担任点试委员最高的高达15次、哦、有的是13次，有的是11次，他的劳务上面其实是非常的分配不均的，这个部分一直外界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说明。那是不是可以回应一下，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这么多，有些人这么少，可不可以请回应一下？是，谢谢。向何委员报告，我把这个问题带回去给考选部，请他们的这个看是次长或者是司长啊，来向委员报告。好，因为这是考选部的事情。那最后一个问题，上次也有提问哈，你认为考试委员应该要多少人才是合理的？谢谢委员。现在是19人哈。对，我们5月2号考试院院会已经通过了考试院的决议，是现在是，考试院的对应的意见是13人。19个人降到13个人，是，那这十三个为什么是13个人呢？我当时又在问考试委员应该多少人才合理，哦，是，谢谢您的回应。为什么是13个人呢？是，向委员报告，我们13人有13个人的理由了哈。我现在第一个理由是因为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国际教育标准的分类啊，所以我们教育部呢将我国大专院校各系所分为11个领域。那考试委员只是考前业务，内容繁杂。如106年国家考试就有113个种类，公务人员也有43个职职，96个职系，所以多两个人来包容其他多元专业的领域。第二个是心理学上的共识啊，团体讨论最适合的人是12人上下为佳。那考试委员是合一制，所以考前业务啊，这个请委员来集思广益、审慎能力呢，所以采取13人是非常恰当的。第三是同为宪政一级机关，大法官15人减掉院长副院长，是13人，监委29人，减掉院长副院长27人，除以2也是13.5人。
所以考试委员十三年予以妥当。第四个是业务执掌来分，考试院辖下两部两会啊，一个部的业务，如果两个考试委员来监督的话呢，那如果两个正反意见相反的话，那应该有第三个，所以四乘三等于十二，再加一个综合就十三。另外高普考有十三个考区，所以考试院提出来的版本是十三人。好，那最后一点点的时间哈。还是要再拜托，也是针对刚刚考生的部分，国考会不会变更考科？再确认一次，不会，还是不知道。报告不能讲。刚才那个吴委员有提到，考选部有这个计划，但是他们还没有报到考试，所以会变更考科是不是？有这个计划是会变更考科的计划，但 是不变更考科的计划？但是考试院的政策要考试院会决议通过以后才算数，所以目前还是为这个计划是要变更考科的计划，是不是？那是考选部，不是考选部有什么计划？我个人是不知道。对，因为现在我要清楚的点出来，是民院就从这里开始，民院不了解不清楚，在这边让大家心悬在那里，这就是民院的开始。是，所以是不是？在这边也要求，要求三五天内赶快把好的精准的答案对外界公布跟回复，好不好？以上，好，谢谢何委员。好，我们现在确定上次会议事务，请问上次会议事务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我们就确定。好，接下来请中孔赵委员。好，谢谢主席，在座各位同仁，还有与会的各位行政官员、首长、秘书长，大家早安，大家好。不然我们今天就针对我们考试院的预算的一个冻结的部分，但是在审查的过程当中，我有两个问题，就教育包括全系部哈。我先就教育全系部，因为好，中委好，全系部里面有特别针对我当时的一个提案的一个做了一个回应了哈。你们的口头报书面报告里面，当时是针对劳工保险条例二十条跟公交人员保险法的十二条跟三十六条哈。那你们全序部的报告里面大概是针对人事法制及程序的部分所提比照劳工劳保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间的一个怀孕，当时我是希望能够比较同样是保险，是我们希望能够比较劳保的一个保险条例，是也就是说当事人在怀孕的期间而不是在保期间，因为你们现在的公教人员的保险生育给付规定都非常的严格了，你们非常严苛，而且如果我今天是在学校我介绍不续聘是在八月份嘛，好，那我八月份不续聘之后我九月生产，很抱歉你生育给付不得给领，因为你当时生育的给付生育的时候你没有在家保，是对吧？对，但是你们的报告书里面还是不想改啊，当时你们说是希望能够对照这些的被保险人应该有一致性，能够照顾到这些的学校的教职员也好，这些的公务人员也好，或者这些尤其是私校的老师教职员，但是你们今天的报告我只是很简单的就是回到通则里面去啊，你们偏偏一定要放到三十六条，我就一直搞不清楚，你放到三十六条里面没有任何的委员在提案，你这个报告讲白了就是敷衍。你现在有看到哪一个委员或者说你们自己考试院自己有提案没有啊？你只是在口头报告说是希望放到三十六条，是放到三十六条跟放到十二条的通则里面有什么差别性？是，这只是我们建议，当然最后要由大院来决定，我们当然会尊重大院。所以我今天就是针对这一个问题，因为你们的回应是这样嘛，是，也就是否定了，不愿意放宽嘛。你们把这么严苛定个这么严苛的一个生育给付的一个标准，定到一定要再保，我一定要当天生的时候我还在保险，那我之前前面保了一二十年我都没生。我二十年就开始工厂工作，我到三十年这样，
就我在学校当一个教职员，就我突然接受到不续聘的时候，那我前面保的十年二十五年，他连那个生意职务都不能给领，安尼对于来讲，敢有公平？他如果之前你们都说不公平，回去会说，但是你的报告书还是一样啊。所以我们报告还是会尊重大院最后决定，因为中委尊重大院的决定，你们是提三十六条嘛，是希望把它放到三十六条里面。我的想法是说，直接放到十二条通则里面去，不过是把那个保险条例里面的第二条给它放进去而已啊，通则放进去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这样对这些，我相信这些教职员一定会对你们一个掌声。你们为什么不给这些人给你们一个掌声鼓励的机会？你们都不愿意给我一直都想不通。这难怪我们每次在执政党每次出去都被人家火力民进党去点全都给国会都让你们过半，该改的不改革，该照顾的不照顾。对吧？你不觉得对这些已经缴交了保险，已经缴了十几年，突然没有接到续聘的这些人，情何以堪？你们从来没有同理心。不，报告员，你们都已经，你们对我们都已经不会生了，还是都已经生完小孩的？那请问在座的后面，请问你们这些还没生的呢？改天不续聘的时候怎么办呢？报告，我们只是建议说，因为三十六条是有关生育给付的专条，那如果放在那边可能会比较妥适而已。我们并不反对放在十二条。你放到十二条是通则就解决了，你为什么一定要就说？所以我说三十六条里面没有人在，没有人在提案。对，我现在已经提出来的放到通则里面去，你刚刚又讲说放在通则里面就可以了，那你们自己的口头报告偏偏又要重新修法，将来火力拖累了，我搞不好我都已经卸任了，这一条还是没有过，还是说我又要回去自己再打脸一次，我提三十六条符合你的意思。不报委，那个实质内容我们是当然是赞成，那只是说法制的部分我们提出一个建议。但是你要去考量到劳工在怀孕期间被迫离职，可能连带失去劳保的一个保障。你们要去考量的是这个啊，我一直强调的就是一个同理心，如果连这个同理心都做不到，那我们一直这样改革，改什么革？帮助这一些弱势的都不行吗？他不是没缴保险呢，啊，你们偏偏一定要在生产当天还在保险的才可以给付，连劳保都可以在九八年的十二元月二十三号他都可以休，当时立法院委员提案他同意，从善如流，你们还是坚持。我接下来如果再问你叶聘雇人员的禁用。叶聘雇人员的办法里面，我想包括保宣部保宣委员也是一样啊，你们的执掌的考试院很清楚，就是考完试后的在职训练本来就是属于考试院的，但是保宣的执掌还包括什么？本来应该用人机关就应该回到我财政部用这个人，我未来要培训怎么样是由他来当主管机关用人机关来做培训，后续的培训是比较妥适。你们不是啊，你们包山包海，然后训练完之后就丢到财政部的，丢到哪一个单位去？如果我是用人单位，我自己来训练，我是不是知道说我需要的配合我的业务，我需要培训，未来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没有啊。我们就是整个都是整合，包括我们自己提的相关的训练的计划这些。你们没有，我的想法是，当时我就提说，是不是可以去考量到用人机关去做？因为你考试国家及格之后，我进来做这个考试，考试进来之后的在职训练由保训会来处理，没关系。但是分发之后，由用人机关去做这些的训练，是不是应该更合适？这也牵涉到为什么考试院的委员是不是要不要去精简的问题。如果从这类似一直推，因为
那我再推下去，再问你们考试院，你们的回应说十三位的委员。那如果大院说是五位或三位，那院长又辞掉了。当时你们说要依据国考，或者说依据专业来当考选委员会的委员，但是呢，现在专业人真的有专业的考试委员进去吗？还是用筹用势的进去？大家都很清楚啊。所以我现在就不又就叫全序部，你刚刚我的回应，您就给我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回应。是我们是赞成委员所提案的内容。那至于法制部分，那最后我们还是要尊重大院最后的决定。那我们在这里只是提示说我们法制上的一些。大院当时大家都已经通过，而且当时的一个提案不只是我个人，包括其他各委员会，当时还是联席会也提出来的。是。那你就应该尊重大院了。你们现在又提出这个口头报告的时候，那你说我怎么给你解冻？不理解讲，我凭什么给你解冻？你们都不照顾这些，我为什么要解冻？是，当然，如果最后是决定在十二条，我们当然也是会照。十二条是让我想办法让你们解到放到通则里面去，不要再动法令的修正嘛。这个对你们来讲，通则是劳动局。劳工保险也是放在通则里面去啊，这样你不用放在条文里面去，就不用修改条文。阿林哥唔买，你偏偏一定要走最艰难的路。讲白了就是我不爱走。包委，我们并不是坚持在第三十六条放在第三条，我们只是在法制上。你看看你对，我们没有坚持说一定要放在三十六，只是最后有一点建议这样而已。那当然，如果说建议上，那就是你们不想做就做这个建议案嘛。这个建议案，秘书长，你看看这个建议案，这个算是建议案吗？这个就是不想干的意思。抱歉，我们没有说。今天如果有看直播的那些教职员，会对你们有什么想法？谢谢主席啊。好，谢谢钟委员。接下来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委员不在，请周委员来帮我主持好吗？好，接下来我们请段委员宜康质询。好，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啊，我跟考试院李秘书长请教了哈，因为我们今天中午要协商这个考试院组织法嘛哈，我也看到你们对于这个我们上次委员会初审通过的条文啊，那么包括院长跟考试院都有很大的意见。我坦白说啊，有一些理由我看了实在是困难接受了哈，我跟您请教了哈。对于考试委员的人数哦，是。你们当然列举了很多理由啊，是。那么其中有一项我特别有感受啊，就是说，考试委员工作内容冗杂，职责繁重啊，这个跟我们常识性的了解哦不太一样。我讲的难听一点啊，我们常常都说考试委员的一个好处啊，工做你为钱辛苦，你为做这人拢想要去做考试委员啊，为什么呢？因为钱多事少，离家近。那照你讲起来，这个叫做内容冗杂，职责繁重。那我就要再请教一下了哈。那你举的这个例子啊，就是包括考试委员都要当这个点市长嘛，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国家考试这个包括专技考试，当然内容繁多了哈。但是我们是分次进行啊，就一次有举行可能好几种考试，所以这个点市委员长啊，他是那一次考试的点市委员长，对不对？对。所以我们现在一年啊，有几次考试？几次？报告，这个现在经考选部包括高普考了。对，一年啊，这个把考试，因为考试的种类很多，我说次数了，19次。19次。对。所以院长跟副院长会不会担任点市委员长？
高普考是院长，然后高考一级、二级是院长，三级跟普考是副院长，对不对？对，所以这样就两次了。对，这样是两次吗？对，好、哦、啊，所以剩下还有十七次。对，那十七次还有十九位考试委员，那他们是怎么分配这十七次？十七次，目前是这样子了。这个点试委员长啊，是轮流用抽签的。抽签，对。啊，有两个没有抽到怎么办？哦，继续，下个年度继续。下个年度他们两个可能优先吧？对，对不对？我向委员报告，为什么这个？不是，你不用跟我报告了，我现在是跟你请教了。不敢。好、哦嗯，所以呢，好，那你说每一个点试那个考试委员都有专长，假设他是律师出身。可是他们如果没有抽到律师或司法官的考试的话，那有可能是一个会计师去来当点试委员长，那不是有点奇怪吗？啊，当然这个有利有弊啦。对，好，因为如果说我本行啊，说不定我这个考试，因为我有人情压力嘛，对，对不对？我医生出身的，这个医师的国家考试，我有人情压力，说不定我就这样那样那样，就有利有弊啦，所以用抽签。所以这个抽签跟你们讲的专长就不相干啦、啊、对不对？这是第一点。好、哦、对不起，我容我讲完了、哦、第二点，那很繁重。好，假设啦、哦、譬如说这个某委员他可能一年啦、啊、他就抽到了，他就主持一次，他没有抽到今年就没，对于这个点试委员长他就不用当了。对、哦、那他当了点试委员长之后呢，他要主持几次会议？点试委员会议有几次？就二到三次，两次啦。 但是他要主持的会议啊，听我讲完了，我知道了。我他主持会议可能不止这些啦。对对对，点一点二嘛，对不对？对，一次决定命题的方向，一次决定考试的成绩做确认。对对对，这都是形式上的。对，好、哦，这个所谓的点一点二啊，这是形式上的会议嘛，一个是在考试前，一个是在考试后。而且假设呢，这次考试有四种考试，那这次四种考试呢，在这一次他是把它都并在一起哦。他不是说哦，我医师考试要主持一次，会计师考试要主持一次，他都并在一起。所以他其实在一年啊，他如果抽到的话，他可能就主持二到三次。那你要刚才要跟我讲的是说，他中间还有一些会，对不对？对，委务会议，嗯，试题一议会议，对。然后还有这个主持榜试的仪式哦，他这个都是他，都是他了、啊。那中间这些会大概会有几次？委务会议一般是一到两次，一到两次。那试题一议会议就不一定了，不一定。大概最多几次？像那个医务人员的考试，还有司法官、律师考试，那个试题一议都会很多很多哈、哦。一次会只好辛苦哦，两次等等，一次或两次，对，一次或两次或很多，我这样加起来。这个会议啊，他担任点试委员长，他要主持的会议，这样怎么样算也不到十次啊。是，向委员报告，这个点试委员长啊，除了主持会议以外呢，还要这个指挥这个整个国家考试点试工作的进行，这是他的责任。然后呢，还要在巡考场抽阅试卷，因为他没有。其实我们没有分区举行考试了，现在没有了，他就是去顶多就巡考场了。所以你这个理由说如果有分区举行考试，其实也没有了，对不对？他也没有这些啊。好，不同考区了。对了，他要去有的时候要去巡考区了，辛苦，非常辛苦。那可是，在我们每天要开会，哦，像我们一个礼拜院会不算，我们一个礼拜委员会也有三天呢、啊。是，因为我们的标准看起来，考试委员讲到这样辛苦，叫做内容冗杂、职责繁重，也不过一年如果有抽到点试委员长，就是主持个六七次会议。那这里面很关键，就是说他可以去指定每一个考试的召集人，对不对？对，考选部可能会建议嘛，小组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召集人是他指定嘛。好，考点试委员长指定啊，然后这个召集人再去选择说去找谁来出题嘛。向委员报告哈、哦，这个考试委员他的工作啊，最主要是他在忙了院部会的有关文官制度的法案的审理。那国家考试只对啦，你有说平均啊，一年啊有几项，八十几项了。哎，对对对，哦，是审议通过的法案，审议通过的法案啦、啊。
对。哦，那八十几项，我平均算一下，一天，一项一个法案一个法规啦，有大有小啦，只顶多就四五天会分配到一个嘛，啊，一个又不是他一个人，对不对？他可能他就是开院会的时候通过嘛，你们一个礼拜一次院会嘛，好，哦，这次院会有什么案子？你们是礼拜四院会吗？礼拜四，礼拜四嘛，好，哦，院会，我坐在那边参加一次院会，我们一个礼拜有两次院会啊，我们两次院会通过的法规有多少？你知道吗？是。我们一年要通过的法规有多少你知道吗？所以你讲到这样子，你想办法尽量的去灌水，灌到后来我坦白说，我觉得是没有灌水，我觉得是不堪检验啦，我觉得是不堪检验啦，这样的一个检验下来，你一个考试委员除了每个礼拜去出席一次院会之外，你真正要去负责的工作就是由你来主持的工作，法定的其实上只有一个，就担任点数委员长，这个还要去抽签，没有抽到，今年没有，明年才有，对不对？好，那抽到了当点事委员长之后，他开一个点一，哦，就是找点事委员来一起开会。这个点一呢，就是决定命题方向，然后他指定说这个谁来当每一个考试的召集人，然后由召集人再去选择说谁来做命题的老师。然后呢，最后考试结果出来，他再开一次会，再来确认这个考试的成绩。中间可能有些事务性的工作，说不定他要主持，哦，可能再开个三四次会，一两次会。然后呢，他可能要去巡视一下考场。报告委，他有加后尾考，加后套路哈。报告委，你讲的是这个，事实上啊，每一个法案的通过。还有每一项有啦，我都知道啦，都有考试委员的足迹啦，我都有他的足迹啦，我知道啦，好啦，都有他的足迹，他们很辛苦啦，但是坦白讲，你那个足迹再怎么样排啊，在我们看起来其实跟考试委员人数一点不相干呢，欸，都没有关系啊，哦，你们现在变成说好啦，那每一次考试都要有一个，每一次的考试都要一个考试委员来当点事委员长，好，就算点事委员长一定要考试委员来当好了，你一年你当一次点事委员长要负担的工作也不过就是这样，你一年多当几次点事委员长有什么了不起吗？是最重要的，你拿部长的薪水去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最重要的是那个当点事委员长，我觉得我们可以排一次专案报告，哦，请我们考试委员来讲一下他 一年有多辛苦，看你们如果有考试委员来讲的话，我们来排一下好了，请他们来立法院讲给我们听，把他们一年的这个行事历啊拿给我们看，他每一年要主持多少会议，他每一年要去巡视几次考场，他每一年要审查负责去定多少法案，去审议多少法案，我们来比比看嘛，然后这些工作分配下来，他每一天都要加班，他每一天都要在坐在考试院里面要主持会议。我秘书长，我只有一句要求，说你们在有你们的立场，但是我是觉得考试委员跟考试院要拿出良心呐，啊。你们这样子把这些考试委员的工作讲到说内容冗杂、职责繁重哦，站在我们看起来啊，我坦白说，我们心很酸呐，啊，好不好？谢谢，谢谢。好，谢谢段委员。好，谢谢周委员替我主持。接下来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洪慈庸委员，洪慈庸委员，洪慈庸委员不在。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吕玉玲委员不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蒋乃馨委员不在。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刘世芳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邱志伟委员，邱志伟，邱志伟委员不在。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周成秀霞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陈赖素梅委员不在。黄国昌委员，黄国昌委员，黄国昌委员不在。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何新纯委员不在。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管碧玲委员不在。接下来请游美女委员。主席，所有在场的委员及列席的政府官员，大家早安，大家好。
上一次呢，在今天因为也要审，就是审我们这个考试院的这个解冻报告嘛，哈。那上一次我们在这个预算冻结案里面有提到，就是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怎么样落实在公投的这个部分，哈。那当然你们有提出一份你们的报告出来。那这里呢，因为这里牵涉到的当然就是对于如果他有具有公务员身份的哈，这个你们在这一次送来的解冻报告里面呢，然后你们说你们研议修正行政中立法的部分，提到就现行该法对公投的规范仅限于公务人员不得利用职务上的权利机会或是方法要求他人就公投案的提案联署及投票呢为一定的行使或不行使。所以你们认为呢，公投前后涉及行政中立的争议事项呢日渐繁多，那现行的规定呢尚不足以规范，所以全序部呢将配合公投制度的变革呢适度检讨中立法的这个行政中立法的一个相关的规定。那又为了加强落实公务人员严守行政中立呢，并且强化违反中立法的就责机制，那你们将尽速检讨行政中立法的相关规定，那在本年会提出行政中立法的修正草案，那最迟呢会在今年十二月呈报给考试院的审议，那配合后续的法制。那请问你们现在到什么样的进度？对，包括尤委，那因为这个行政中立法当然涉及的层面比较多，那过去对于公投的部分只有一条的规定，那当然是不足够。那另外对于其他的部分，那也有经过这几年来的实务的运作，那也发现有一些应该要检讨改进的地方，所以我们最近都是在加速在研议，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年的年底之前，那能够将这个修正的草案报到考试院，那如果考试院通过以后，当然会函请大院来审议。可是事实上，就是我们的公投法，你们到十二月然后审议，那再送进来，我想就下一届了嘛，对不对？因为我们这一届已经快要结束了，对，所以在这里呢，那如果说好，我们的公投法没有修正，我们明年的一月大选就会适用了。所以这些的行政中立的这一块怎么样去适用呢？因为事实上在这一次公投的时候其实发生非常多的乱象嘛，是，对不对？因为里面有大部分的人他其实不具有公务员身份，可是他确实又在行使公权力，那对于这个行政中立的这一块如果没有规范的话，那你们要等到下一届你们这个法才，因为等于是实际上这一届即使你这一届送进来只要没有通过要全部归零，所以等于是下一届再送进来，那万一我们公投法没有修改或是没有过，那等于是明年的一月我们的公投法仍然是用旧的公投法，所以这些的乱象仍然存在，那你们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将如何处理？对，因为这部分只有公务人员的部分是适用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那其他的部分是要用相关法规来规范来处理，所以我们现在只是规范公务人员部分，那但那些乱象很多其实都不涉及公务人员，那涉及公务人员当然行政中立法可以用，也有其他的法律，比如说公务员服务法或其他相关的法律可以用，那当然还是有不足，那我们会尽量在各种情况下那能够做一些函释啦，或做一些规范，所以这部分当然最好是能够尽快提出来。那因为这个是知识提到，我们也希望能够做得更完整哈。那这部分我们会依有人意见会加速来处理。当然我们知道说要修一个法没有那么的快，那何况又是在考试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说如果说这个法要修没有那么快，但至少对于一些的解释或是你们其实可以透过一些的函释，那当然我们希望是说，因为如果你们年底要提出这样的一个修正案，相信你们现在应该有组成委员会在做研究，对对，或是在做讨论，那里面应该会针对里面的一些的问题会提出讨论，那如果说这些问题它可以用函释的部分先来做某种程度的解决的话，那这样子如果说好在明年的一月如果能来就是适用现在现行的公投法，那可能会面临的这些的乱象，那至少可以先透过用函释的方式来解释来解决，这是不是可以？
是，当然，当然还是也不能不能超越法律，太我知道、哦。所以这部分我们会尽量来做，那尽量使整个公投的运作能够更顺畅。那另外呢，就是说你们在这里呢，曾经在1999年1月14日，你们考试院啊、有一个函示说，有关该法的第五条，也就是这个所谓行政中立法第十条啊，还有第五条、第七条、第九条，限制参与政治活动的相关规定，都采最低密度的限制，并且以是否动用行政资源、利用职务关系或使用职衔名气来作为限制的这个要件。那在这里呢，想要请教的就是什么叫做动用行政资源？那动用行政资源呢？这个你们依照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第九条，依照这个第九条的一个规定呢，就是公务人员不得为支持或反对特定的政党、其他政治团体或公职候选人从事下列政治活动或行为。哈，那你们在这个的第二项里面呢，有去规定到说，这个所谓的行政资源，哈，就是第一项的行政资源，指行政上可支配运用的公务、公款、场所、房舍及人力等资源。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也同样的适用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公投法，就是这个公投的这所谓的这个行政资源的适用？公投的部分，目前它只在第十条有规范而已，那其他部分如果没有规范，那当然没有规范部分，如果能够用函释来补充，那当然可以用函释来补充，对。好，那我们希望说你们能够呢用这个函释呢能够来补充。对。那另外呢，就是你们在公务人员行政中立法的这个教育训练的这个部分，怎么样去落实哈？到这个公投的这个联署宣传跟举办，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一次的这个公投其实就是从联署，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这些的死人的联署啊等等，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就会牵涉到的就是说在这个违反公投行政中立的这些案例哈，就说如果他违反这个公投行政中立，那不晓得你们在这些的训练里面是不是有举出一些的实际的案例，让学，因为通常我们如果说只是用法，那用诠释的方式，其实大家不是那么了解。那在这一次公投发生很多的这些的就是比较荒腔走板的这些的案例，那你们是不是有从这些的案例里面，在这个所谓的公投的这个公职人员、公务人员的这个教育训练里面提出来，然后做一些的譬如说工作坊啊，大家来讨论，那这个界限到底怎么样去守住？我不晓得你们在这一次的这个公务人员训练里面是不是有提到？是，报告委员，我来说明一下哈。赛事委员提出来之后啊，我们在往后的所有的课程，除了在讲座他们的教材论述方面加强之外啊，特别重视那个个案。委员所提到的，我就记得有三个案例，一个是台电人员他们事先在内部的网站哈，那么以特定的立场，然后做公开的宣导，这个事情我们就特别做一个案例，然后透过讨论的方式让大家加深印象。第二个就是在投票所里面的这个选务人员，他只发给部分的选票，这个部分非常的不当，我们也特别提出来做一个讨论。第三个就是上班时间啊，公开的联署支持某一个公投案，所以类似像这样子的案例啊，我们都在这一次大量加进去。我也请同仁把我们加上去的这案例啊，送到委员办公室给委员做参考。如果有需要再增强或是要修正的话，请委员告诉我们。好，因为我们当然是希望是说用这些的案例作为一个引子，那用这个去作为一个就是workshop， 那大家去做一些的这个联想推展，那大家就比较知道说将来遇到，因为下一次不见得是同样的形态嘛，但事实上我们从这些的案例就可以去推演出说，如果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公务人员所谓的行政中立，我们到底要守住界限，我们的红线到底在哪里，那这样子就不会造成一些的乱象。好，那否则的话，真的我们担心说，如果是这个明年一月的这个大选在这并公投的话，那真的会是一个天下大乱。好，那这个部分是这个我们再来加强，我们在所有的班次里面都来加强个案的研讨跟讨论。好，谢谢。谢谢尤委员，接下来请周春明委员。好，谢谢主席。
那我想今天我们除了审查这个预算的解冻案，当然大家也很关注这个考试院组织法的修正嘛，哈。那我们考试院院长吴景麟院长在上周四也开了记者会，那也有就一些考试院的立场提出一些修法的意见啊，哈。那我想这其中他这个应该是无误了哈。记者会他在里面这样表示，如果立法院执意强行三读通过部分立法委员所提考试院组织法第八条修正条文，将考试委员的限定职权由决策权变更为研究及建议权，这有严重违宪之余了哈。他必然辞职，负起政治责任，对国家、对历史负责。请教这个秘书长，这段记者会的话，确实就是如同报道所写吗？这里谢谢周文，是吴院长在记者会上是有这么说，没错。好，是。我想院长他当然是要捍卫这个考试院的这个目前的现行的运作了哈。那当你讲说执意强行。如果立法院执意强行，立法院是合议制啊，如果通过了就是民意的展现嘛。好，当然这个两者是不是有院际之间大家去协调或讨论，这个当然有很大的空间嘛。但是如果讲成说立法院执意强行三读通过，如果是三读通过就是整个立法院的一个民意嘛，哈。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在这边澄清一下。那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在立法院大家一直也在讨论，当然这个修宪的问题啦，到底我们要五权分立还是三权分立，这一直是大家一个很大的宪政的考量，只是说现在修宪的程序比较不易嘛。那我想大概在很多的考生学生大家就这个五权分立三权分立打嘛躺就贼，所以当然有他现在他相关的制度的运作啦齁。那不是说我们这个会期这个月才来第四月份才来讨论吧，这个应该是长期以来争议的问题了。是，好，所以秘书长来这边也是很久了嘛齁，那当然我们也只能就预算上面来讨论。四月十号我们是召开了考试院组织法的修法公听会，那当然隔一天我们是审理了考试院组织法。那我想这中间大概考试院有很多的意见，包括前考试委员现任的考试委员，那当然这个都可以来讨论。那现在就一些基本的哈，我本席认为这个是法律保留的，因为我们就是定在考试院组织法嘛，包括人数，包括任期，包括职权，还有这个合议制嘛哈。那考试院五月二号这个公布的意见是希望是13人，那委员会审查的意见是3人。那这边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长，你们认为是要调整到13人的这个理由跟这个意见，跟我们说明一下。好的，谢谢委员。那这一次呢，这个4月11号的审议会之后啊，考试院呢立即召开了这个全院的审查会。那审查通过的这个考试院版的意见呢，就是考试委员应该要有13人。那有5个理由。那第一个就是依据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 的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啊，所以这个教育部呢将我国大专院校的各系所分为11个领域。那考试委员因为执施我国的这个考前业务内容繁杂，所以像106年度的国家考试就有113个种类，那公务人员也有43个职职，96个直系，所以考试委员再加2个就变13个、哦。那第二个理由是心理学上的共识啊，团体讨论的最适合的人士是12人上下。所以呢，考试院合议制啊，在考前政策啊上面呢，集思广益啊，审慎严厉，所以采取13人是恰当的。第三个是同样同为宪政一级机关啊，那司法院大法官是15人，扣除院长、副院长是13人，那监察院是29人，扣除院长、副院长是27人。好，那一半呢就是13人。那第四个理由呢？第四个是这个就业务执掌来看，考试院下边有2部2会。
会。那譬如说全序部，那如果说有两个考试委员专门来审全序部的案子呢，那有正反意见的时候啊，应该又有第三人，像这个国家考试有这个这个副品这样子啊，副业这样子。所以一个机关啊，如果有三个人，四乘三就是十二人，再加一个中委就十三人，还有高普考有十三个考区，所以考试所以你们大概都是用这个考试来做你们这个考委人数的一个都有一个建议了哈。当然第三点，你说司法院、监察院，当然跟立法院相比，我想刚刚这个现状上面大概也无法相比了。我们是每天都在开会啊，一三四委员会，二五是院会，院会还要协商，好像我们这个会期的一些法案。那但是你如果跟司法院比，司法院这个大法官会议解释，现在这一届大概两个礼拜就一个大法官会议解释，一年大概四五十个。那你们考试，我们大家对考试委员的意见就是说，第一个。当然是独立行使职权嘛，那也无需照大法官会议的解释，也无需来赴立法院备询嘛。但是现在就是全序部、考选部还有这个保训会，他们相关的业务还是要来跟我们做一些说明跟立法的说明嘛，对不对？是。那这个部分，那但是他们这三个部会所做的决定，最后还是要到考试委员去。那最终的决定，考试委员在做决定，但是他们事实上并没有来做一些责任政治的负责嘛。现在这就是我们质疑的地方嘛，就是说这三个部会实际上他们是负责这个政治责任，但是最后的决定权不是在他们啊。不是在他们，那大家用一些现实实际上去想象，就刚刚段委员讲的嘛，大家来实际列出来说，到底考试委员除了在每周的院会之外，或者刚刚那个秘书长讲的点试的部分，每个人都要负责一个考试，每个人都要负责一个考试，他需要的这个权限或者他的地位要由考试委员来做嘛。我们当初选这些考试委员是要来定这个考试的一个国家考选人才的政策，不是要给来虎接下来科企吧？这样会不会把考试委员给做小了？我向委员报告啊，这个点试委员长啊，不是只有考试委员可以做了。那依照点试法，是有四种人可以做。对啊，如果考试委员再没有做点试委员，他要做什么？不，但是因为其他的三种呢，是因为譬如说这个中央研究院的院长、院士啊，大专院校的校长四人以上的这个这个资格，然后政务官，然后三人。对啊，那如果说还有其他三个人做的话，但是因为其他这三种人啊，都工作非常忙碌，他们跟国家考试有既定的行程，配合不来。所以都是有考试，所以就是说，因为这些人适当的人选，他们本身的工作非常忙碌，所以要有考试委员来做这些工作。啊，你马伯赫吧，但他是宪法的机关呢，居然我们的宪法机关是因为别人没有办法做，所以才让考试委员来做，这个也不太好吧，把自己做小了吧。这个向委员报告，这个考试委员担任国家考试点试委员长啊，事实上负担最重的一个是突发状况，大家都没有提到。好，那个秘书长大概是说，现在我们是就这几条条文，那我们认为这个是法律保留嘛，因为是放在法院考试院组织法嘛。那至于说他的这个权限限定的职权是就是他的职权是决策权，变更为研究及建议权，这个部分其实比较符合刚刚秘书长你讲的他现在目前所担任的工作还有他的权限嘛。这个决策权那是有这三个部会在做嘛，三个部会在做之后再送你们考试院嘛，但是事实上执行了面对立法院或者面对民意的质疑的是这些三个部会啊。这个是这样一个法案的形成啊，在有三个阶段，一个是在业务主管机关部会的拟议，然后送到考试院来审议，然后再送到立法院来决议，
哦，有这三个构成。那这个考试院，他依据宪法征求条文第六条的限定职掌，他是负责审议的部分，所以考试委员是有这个审议权。是好，谢谢秘书长。我想你们当然也是面临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了。那我们也是很慎重的在处理嘛，中午也有一个讨论会嘛，哈。我想大概还是希望能够去研究或者修正一个比较适合现在台湾现状的一个制度了，哈。是。好，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周委员。接下来请郑运鹏委员。哎，主席、各位首长、各位同仁，大家好。那秘书长还是再麻烦你一下哈。秘书长，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讨论这个考试院的组织法里面，那我有对你们的报告、书面报告里面提出了一份文宣的资料，对对对，非常不满嘛哈。秘书长，你还记得吗？对对。那这就是这一份了哈。是。那上次我有跟您提到了哈，就是说你们在彰显凸显考试院的考试委员的必要性的时候，那你就去特别举了这一段我很不以为然的内容，是就废除甲等特考，那是考试委员这个大公无私哦，然后对于台湾考选制度那个改革有利的，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功劳，这个没有错嘛，你干嘛写你了哈？那我就把这个那时候我跟你说，哎，事实上不是这样了、啊，你说王作荣院长。当时是强力的主张哈，那时候我把新闻找出来，这是28年前的哈，是将近30年前。王作荣院长当时是考选部的部长，对。那因为考试院的院会考试委员们都说，哎，不宜废除这个甲等特考，因为那时候社会声浪很大嘛。虽然资讯不是现在的那种资讯的时代哈，那应该那个时候还是戒严哈，哎，刚解严。那所以那时候是王部长算有担当，你的干爸公，你考试委员院、考试院会里面做这样的，哎，不及废除甲等特考，他觉得这样不好，因为还是要问行政院说到底有没有需要。所以那个时代的状况是这样，没有错吧？好，我们也还原这个真相。那时候报纸就是这样，所以考试委员当时的决定，考试委员们哈，当时的决定其实是一个护航甲等特考的一样决策啦，跟你们上个礼拜开这个考试院会。其实差不多啦，这都是人性啊，你要捍卫自己现在有的权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你去指责别人说啊，这个就是毁宪啦，就是怎么样啊，就会造成多大的后患，这个我非常不以为然。来，那秘书长，我再跟您回忆一下，甲等特考为什么在20几30年前会被认为是假考、哦、我们去找了那时候的报纸，那当时就有把这些甲等特考里面的这些党政职务的知名人士就把它列出来，那有些我认为社会形象也很好了哈，那像是民国68年里面的第一位是陈根金副秘书长，他就是前一阵子去讲的公务人员在年改之后能捞就捞，能混就混，这个你还记得吧？这样经过特考了，那里面这些人哈，像大致上看起来，当年如果不是国民党的权贵子弟哈，或刻意培养的对象，大概不会有甲等特考替他们开门了。里面包含马英九前总统，哦，这些人，那其他我就不点名了。这就是当年的状况。所以废除甲等特考，其实是社会的压力，也被抓到了很多的问题。后来是怎么废掉的？考试院会反对嘛？后来是民国83年的时候，在立法院哦废除甲等特考的修法。是当时民进党籍的卢修一委员他所提案的，这个应该秘书长也没有错嘛。我那个时候还没来，还没有来了哈。我给你观众贴报纸，你看，这是立法院的档案了。卢修一委员，他当时在立法院里面跟国民党籍的招委跟院长也做了很多意识上面的攻防跟折冲，最后是因为民意的压力，考试院跟国民党当时无力阻挡，于是就废除了甲考。那段过程是这样，过30年了，考试院的院会里面的考试委员，其实我觉得心态差不多啊。所以我跟秘书长，我要跟您报告，您应该也有文官的资历，没有错吧？是，哦，没有错嘛，哈，在座应该那个郭主委也是嘛，哈。那其实这个时代哦，不但资讯透明，你现在考试的内容、考试的方法、考试的资讯来源。其实跟以前都不一样了，现在甚至你手机随便拿一下去 Google 找一下，对不对？你甚至不用进到传统的升学体系里面，
你都可以达到相当程度的考试的水准啦，包含出题目跟你去应考，其实期待真的不赶快了。那如果考试院的委员会、考试院的委员们，他们还是认为说，哦，中华民国宪法那样的考试院的那个就跟大法官一样，老是讲落伍啦，落伍了啦，完全不一样，也完全不需要这样考试委员的制度、考试院院会的制度去处理国家的考试大政，不需要啦。所以其实我们在考立法院在考试院的组织法的修正里面，大方向上来说，我跟大家报告，这个不要说是对于这些考试委员个人的否定，不是，而是对于现在国家文官体制最大的尊重，也是对于考选部也好，那对于我们现在考训会也好，或者考试院下面所属的部会，他们的职责最大的尊重。我顶头上司一个委员会，刚秘书长你讲的什么心理学上面什么开会什么最适当的人数，黑龙没意义啦。你们那样的会议里面，在考选部里面，在全序部里面，在保训会里面，都可以去用那种咨询的方式去开会啊，不用表决，用共识决也可以啊。为什么需要这种考试委员呢？所以你们抱残守缺，拿了那个以前的教条当做神主牌来拜。考试院院长说要这样辞职，那就辞一辞算了。头壳戴不着时代就来等，让人家尊重。哦，所以你去看，你去怎么想？现在的考试院院这样的组成，让他有立法院的同意，然后有那么多人作为我们考试院里面各机关的顶头上司，那完全是没需要啦。所以修法的解套，保留了考试院，保留了考试院的专业，然后也让考试院的会员会的性质跟考试委员会的职责做了一些调整，这个是讲真的啦，这是帮助考试院留下最后一点尊严啦，然后也让这个制度得以保存，得以继续进步。如果你还留着那个院考试院的院会，你也拍做事社会看不起，然后就继续这样子，这样的保守抱残守缺这样下去，其实考试院会让人家觉得是一个鸡肋啊，甚至觉得浪费钱，没有必要了。所以真的考试院吴院长不需要等到修法通过才辞职啊，现在洗掉嘛，下回来决定嘛。所以秘书长从上一次的会议里面到今天的会议，你听了下那么多，听了那么多立法委员的质询，有区域有不分区的，你老实说，你有没有听到哪一个委员赞成你们考试院院会赞成吴院长的他的主张？有没有？秘书长，你回忆一下有没有？来这边是争取那些什么年资补偿金，这我都尊重。五郎公，你也注定好棒棒，这个时代就需要这样的考试院，有没有？向委员报告，这个有关于考试院组织法的修正案的问题啊，这个根源是三权宪法和五权宪法了。那三权宪法、五权宪法这个讨论啊，社会上啊见仁见智了哈。或者公立就报一个神主牌嘛，考试院有废掉吗？对。考试院有低于行政院跟立法院吗？没有啊。我的意思是说，在宪法还没修正以前，我们就遵照宪法既有的限定执掌，这是我们现在的。啊，宪法都不写个这清楚，就若干人。有增修条文第六条有。来了，你们的记者会上哦，吴院长还去讲说，你们这十五人是根据去比照大法官的，你去问问看呐、啊。所有的国人跟立法委员，你们谁认为考试院委员的执掌跟重要性是跟大法官一样的、啊？我们考试委员的这个职权里面啊，考选业务只是其中之一而已啦，还有全序的业务，还有保线的业务，还有基金的业务。他都很走的后啊，有因为组织法的修正，造成他们执掌上面跟职责职权上面的87条有缺陷吗？没有啊，业务必须经过考试院才能够来到立法院，这是宪法87条的。所以去改变你们院会的功能，改变社会对你们的期待跟要求，这是对于文官制度，对于现在你们制度最大的尊重嘛？我们对机关不是对人呐、啊。如果你继续维持这个考试委员现在的一个状况，好、哦、什么总统提名、立法院通过，你去大家拢大概也袂掉去，啊，其实社会上有哪一个人认识他们啊？他们真的有实质功能吗？他们甚至比不上一个手机的功能，你要我这样讲吗？在宪法还没修正之前，我们还是这跟宪法修的哪一条违宪的嘛？嗯，你改公宪法没有修正之前，包含这六条文哪一条违宪了？哪一条违宪的？就我刚才讲的上个礼拜通过的版本，对。那你违宪，你再去跟大法官要求提出解释就好了嘛，对不对？这个不
要去做让社会瞧不起的事情。如果这么尊重考试院的职责，这么尊重考试院的位阶的话，麦克公下狗戏杀啦。好，所以我必须要讲，这是让在符合这个时代大家对于考试院的要求，也不去动到宪法上面考试院的执掌，那做这样的调整，其实是让考试院保持尊严哦。我然后对文官，然后对现在的职责做最大的尊重。所以你想观念改一下，对。所以真的是观念改一下。对，所以现行这个考试院纸质法的条文的第七条和这个修正条文的第八条，这两条是，现行条文的第七条、第八条应该是应予保留。你是承院会之名来做这样主张，还是你真心这样觉得？不是，我今天代表考试院来，我必须讲考试院的立场啊，是考试院的立场啦，不然我对你很尊重。如果是你的立场的话，我就会扣几分啦。所以当作我是考试委员，把你分数打低一点哦。好了，谢谢秘书长，谢谢。好，谢谢郑委员。那个在我们咨询结束之前哦，这个管委员要求要再咨询五分钟，我先跟委员会报告一下了哈。因为我们今天的状况呢，就是在管委员之前有12位委员都没有发言哈。因为我担任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的这个召委，在主持的时候，已经不止一次呼吁哈。因为我们常常有一些这个习惯性的去到处跑委员会签名，然后顺便就签发言，那往往造成真正要发言的委员没有办法计算时间，好，所以就会来不及。那我是当然了，登记发言委员未必他本来没有打算发言啊，譬如说黄国昌委员，我知道他本来就要发言，所以他调换了很多次，但他也来不及。啊，那是有的委员可能他临时有事情，不过。我知道，我们心里都知道，其实很多没有来发言的委员，他其实没有本来就没有打算要发言，他就是那个习惯性的去签了发言的登记，那都反正签满边钱了哈，没靠薪水，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限制委员的权利，但是呢，我要再一次的呼吁哦，如果没有要发言的委员呐、啊，因为你也没有义务来。司法法制委员会，你不是本委员会的委员哦，来签这个发言哦，那也拜托大家，就不要造成想要发言的委员的困扰了哈。那这个我们也研究了很久，看我曾经想过，就是说要不要你三次没有发言，我们就把你停权，但是做不到啊，这个要有法规啊，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啊，这样子也伤感情了哈，就是大家这个互相不要造成我们要发言委员的困扰了哈，再一次的提出呼吁哈。我们请管碧玲委员，那等一下其他的这个已经有登记但是唱名过的委员，在我们休息之前如果到场的话，我们也都还是会让他发言哦。我们就是循例啊，过去的例子就是五分钟哈，然后请管委员。谢谢主席、秘书长。院长的一席话是，你同意吗？啊，同意的，同意哈，真是老糊涂哦。为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所谓的第八条、第七条我们都保留？保留是什么意思？保留就是初审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定论呢、啊，不沟通先反弹，很少看到这样的首长，连你秘书长你都搞不清楚。我知道。是第二条有没有援引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条第一项作为法源有没有？是不是还是合宪？是，仍然合宪嘛？秘书长不要老糊涂。来，周部长，你任职多久？任考全序部长。将近三年。将近三年嘛，你送出去的法规命令在委员会被纠正、被删改，总共退回多少次？在委员会，在对啊，在院会。在考试院会，对，考试院会被退回多少次？修改多少次？退回应该没有吗？哈，不会，修改一定会有，修改多少次？因为大部分法案到考试院、通常因为大家集思广益以后，通常也会做一些修改，很少啦，少之又少啦，对不对？所以考试委员现在整个社会在这个过程之中所得到的印象就是当点事委员长嘛，好像就是这样嘛。那我们来看看，好。
它事实上是决策题好了。本席其实也仍然认为说我减少为三人或五人，它仍然适合作为一个决策题。所以第八条是不是要改成研究机关建议权，我也仍然有不同的意见，跟草案有不同的意见，这是荣获可以讨论的。好，本席是认为它是可以决策的。那现在问题是，你们来跟行政院比一比，行政院的权责重不重？行政院一个院长，然后几个政务委员，才九个政务委员，总共多少部会？22个部会，22个部会，九个政务委员，分成几组办事？秘书处分几组办事？分7组办事。而你们呢？4部4会，19个委员，然后秘书处呢分3组办事。我们来算一下比例。行政院呢，22个部会，总共14部8会，9个政务委员比下来呢0.41。你们2部2会19个人比起来0.75，改成3个人，4部4会改成3个人，这个不是0.75，是4，总共是10倍之多。改成3个人是0.75，改成3个人以后，政务委员和考试委员之于部会数字的比重，你们仍然是行政院高出行政院将近一倍。他0.41，你们0.75。分组办事的部分，行政院7组办事，22个部会，0.32。你们3组办事，4个部会，0.75，仍然是他的2倍以上。你们的院本部133到159人，考选部240人，全序部304人，你知不知道人事行政总处多少人？294人呐、啊！你一个全序部，光一个全序业务都比整个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考试训练，然后全序全部在他手中，都比他还要多100人左右，都比他人数还要多。他才294人，全序部304，考选部240，你们的院本部都100多人哎。还有什么话说？肥大嘛，组织肥大嘛，你跟行政院来比嘛，国家整个发展，国家所有的政务就在行政院的身上，一个行政院的院本部多有效率啊，人家才比数才0.41 0.44 0.32，分组办事的比数才0.32，政务委员人数的比数才0.41，而你们呢，你们是4跟0.75，你们的效率怎么跟他比？那只不过多了一个点四委员长啊，谁都可以当啊。法律有没有规定一定要考试委员来当这个职务？所以我们非得要有这么多考试委员不可？没有嘛，你自己也说谁都可以做嘛，对不对？不是谁都可以这么规定。对啊，并不是考试委员身份才可以做嘛，对不对？所以啊，我部长、次长可不可以做？不行。那委员可以做3个人不够，副院长可不可以做？院长、副院长可不可以做？需要多少人？要合理来沟通。保留的条款要积极的沟通，不沟通就用乌纱帽做反弹。你们院长的这个动作，让考试院的老态跟傲慢公诸于世啊！我保留条文出委员会，留有一个后续沟通协商、院际协商的空间，结果就要用乌纱帽来反弹，还没有通过的条文就借此反弹到这种地步，这样在领导国家的考试全序机关、独立机关，连客观中立都没有，情绪化到这种地步，这么情绪化干什么？秘书长，你来沟通了没有？啊？然后呢？那你来沟通，你还不知道说这个条文保留着，你还在同意你们院长的这个新记者会？有没有保留？你知不知道保留？
这个知不知道保留？这个现在虽然是保留啊，但是我你知不知道保留的条款在我们委员会出去保留的条款，最后协商出完全跟草案不一样的结果，你知不知道那个比重有多重？超过一半以上，保留条款出去以后，最后协商出来的都是新的文字，你们不知道吗？所以嘛，完全封闭嘛，完全不知道立法院的运作嘛。这就是我讲的啊，老态跟傲慢呢。我们怎么讨论问题？我是很生气。好，谢谢管委员哦。跟委员会报告，所有登记发言委员均已发言完毕，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尽书送交个别委员及本会。委员洪慈庸等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以书面答复。那我们现在要来处理预算解冻报告案，请一并宣读报告事项第二案到第四案。宣读完之后，我们会休息十分钟，我们请考试院这个跟考试院这个部会啊，利用休息时间去找有意见的委员沟通哈。好，我们请宣读。第二案至第四案，考试院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决议四，冻结施政业务及督导300,000元书面报告，请查抄案。三，全序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该部决议一，冻结第一目一般行政500,000元书面报告，请查抄案。公务人员保障及培训委员会函一，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国家文官学院国家文官培训业务，冻结500,000元书面报告，请查抄案。宣读完毕。讨论事项第一案到第四案，请一并宣读。讨论事项一至四案为：考试院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决议一、决议二、决议三，冻结案之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请查抄案等三案；及全序部函为201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该部决议二，冻结第二目人事法制及全序300,000元报告，请查抄案。宣读完毕。休息十分钟。
好，没关系。各位委员请就坐哈。请问各位委员，报告事项第二案到第四案均已报告完竣哦。那么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钟委员，好，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有关那个有冻结案的，就是针对刚刚我在做质询的时候，那个是第那个是讨论事项。好，我们讨论事项的时候再来处理。好，如果各位没有意见，我们报告事项第二案到第四案做以下决定。均准予备查提报院会。好，接下来处理讨论事项之预算解冻案。钟委员，就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有关育婴假，不是育婴假，就是育婴留生育给付的问题哦。因为刚刚考全序部这边他们的报告书里面是第36条。原则上我本来 是要求在12条里面的一个通则里面 做修正，他们也同意要在12项里面通则里面去做修正，而不是在第36条的一个修正。那我是同意，如果他们愿意在12条做通则里面去做处理，那我就同意解冻。如果还要再另外提法，那我会把这个冻结案继续冻结。所以这个全数部有同意要在通则里面做处理吗？是，我们赞成呢中委的意见，我们不再主张在36条。好，谢谢。好，其他同仁对于这个报告那、这个讨论事项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来，郑委员，你还有没有其他意见？有吗？是啊。其实考试院哦，上个礼拜开的这个记者会哦，那院长带头说要辞职，让我想到了之前在公路法的修正案啊，违法经营事业的 Uber 哦，他们为了要提高罚则嘛，好几年的争议，然后在立法院修法的当天买了，好了花了可能上千万去买广告来呛立法院哦。那在考试院上礼拜就做的是这样的行为啊，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决议，就是说解冻的条件是院长辞职后使得动之吗？哎，其实委员会这边也可以大气一点啦，表示我们是对事不对人啦，是他们才对人不对事啦，然后那只对自己以为的面子，然后去曲解了立法院的修法哦。那我的建议是这样啊，就是说，考试院院本部的预算我们就不予解冻。那如果是全序部啦或其他的他们所属的哈，那就解冻这样。我的意见是这样。那您的意见就是说，讨论事项的一二三案不予解冻，第四案解冻，是这样吗？不是，考试院是145是考试院院函来的。这个是讨论事项的一，我这个是考试事项过了。我们看的是不同的。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的一二三四有四个案。试院第一案是一般行政200万元，冻结200万元了哈。第二案是议事业务冻结100万元，第三案是法制业务冻结10万元，啊，第四案是全序部的冻结案。所以，郑委员的意见，因为全序部的案子本来是钟委员有意见，但是经过协商之后，全序部愿意照钟委员的要求去做处理，所以钟委员对第四案全序部的冻结案没有意见了，好，同意解冻。好，那一二三案都是考试院本部的案子。
那个主席，我是能不能建议，就是说，因为一般行政基本上都是固定费用啦，好，所以一般行政解冻我是比较可以支持的啦。所以考试院的这三案当中的第一案是一般行政嘛，那另外议事业务我是想请教你们总经费是多少，这100万占议事业务里面是多少比重啦？好，麻烦考试院说明。但是至少要留一个案对考试院院长的态度表达我们的不满啦，好，所以要留一案就是第三案嘛，好，那要不然就是二三案嘛。但是一般行政我是认为还是让他们好做事。好，好，那各位报告，请说明。议事业务的总预算是205万而已，嗯。解冻一半，哦，因为现在才上半年嘛，嗯，那如果我们解冻一半只冻结50万的话，事实上还没有到你的一半嘛，你还是可以 run 到下半年。是这样子了，这个有冻结案在啊，那像这个委员要安排出国等等，他们就整个业务就不好进行，所以要解冻嘛，就一起把它解冻的这样子，因为总共才205万。照秘书长的说法，就是说只要有冻结案，即便你冻结10万，他们也不好安排了。这个很少听到这样的回答耶，我们省了多少部会的预算啊，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回答。好，那我试着来做这样的建议了哈。第一案我们就准予动支，好，第二案继续冻结50万，第三案继续冻结10万元，第四案准予动支。好，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我们是只有准予动支的提报院会吗？还冻，那冻结一半的呢？也是提报院。他本身背时就少。好，好，好，我们以上对报讨论事项的决议提报院会。好，如果没有异议，我们就通过。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跟各位同仁报告，我们12:10协商哈。